一个企业要卓越成长，必定要有优越的特质，例如丰富的历史背景，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管理团队，善于利用科技和勇于创新，并且坚持以顾客为首的信念。这些特质都是金桥食品所具备的。1993年，黄端成先生白手起家，建立了专门售卖传统中式腊肠的金桥食品。如今，我们已成为在新加坡和亚洲地区食品加工行业里家喻户晓的品牌。我们旗下的5个知名特色品牌和超过1000个 SKU， 从中式腊肠到欧洲风味食品等等，种类繁多，也因此备受瞩目。我们最先采用了特殊的腌制配方来提升传统腊肠的口味，产品一推出就受到大家的追捧和广泛的好评。我们也不断研究出新的口味和食谱，以满足不同顾客多元化的味蕾。金桥是市场里第一间利用企业资源规划的公司，将生产的每个步骤连接起来，从而准确并有效率地监督我们的产品。我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我们的专属味道。由于我们的产品味道好，品质好，顾客是愿意再光顾我们的。如今金桥已经是食品加工行业里家喻户晓的名称，我们的产品行销9个国家，在各大连锁超市、酒店和餐馆都有售卖。对于顾客的要求，我们永不说不，不管多艰难，我们都致力于为顾客提供出色的食品方案。我想我们的公司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，从卑微的开始到逐渐的成长，成为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和顾客网络的轻易公司。对于顾客的要求，我们永不说不，不管多艰难，我们都致力于为顾客提供出色的食品方案。我们将续网开来，以确保金桥的食品永远是优质美味的。